是传统型的节拍器。就是调整它的速度。要打满四拍。Thank you.
活力吗？换你啊！换你！你怎么活力来了？有没有？啊！太松了。看这里好了。好，再来我们开机。有。有了。有一。哇！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忙？怎么变这样？啊，然后你要打开它的音量，这样才会有声音。哪里？有没有开？這個、红色的那个旋钮是音量，红色的旋钮有没有看到红色的？红色的旋钮，红色的、這個，那个是灯、這個，对，那个是旋钮，没错、哦。好，来，啊，那可以敲敲看有没有声音？没有声音。好，那我跟你说，